喂，怎么样啊？找我？你还在加班吧？吃了没有啊？今天已经下班了，我只是想你。想我啊？是不是缺钱用啊？我是做金融的，怎么可能钱不够用啊？哦，不欠钱用啊？那打电话来干嘛？其实哥跟我说了要过生日的事啊。真的啊？那你要回来喽？那我准备好你最喜欢吃的巧克力蛋糕，好不好？你28岁了吧？哎呦，不要提醒我的年纪啦，都老了。哎。父母在，不言老。不管你几岁啊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女儿，对不对啊？爸，还有，还有什么？你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？哎，艺兴这孩子啊，也真是大嘴巴。只是哥哥盲肠的，有什么好跟你说的？你哥盲肠什么时候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休息2天就好了。晚一点我就要去拆线了。什么叫做没什么大不了的？只要开刀就是大事哎！我应该回去陪你的啊。就是怕你回来啊，才不敢告诉你。Lucky 啊，好了，不要叫了，是姐姐。Lucky 干嘛一直乱叫啊？哎呀，他不是乱叫，他知道你打电话来，他在跟你打招呼。哎，姐姐知道了，别再叫了啊！姐姐过2天就回来看你了，啊！这狗老了，跟人老了一样的麻烦。这个10年的老狗啊，比我还难搞啊！你生日那天回来的时候啊。一定得啊，好好的跟他相处相处，要不然呢，哪一天他可能离开了都不知道哦。不用等生日了，我明天下班之后就请2天假回去看你们。真的吗？真的？你不是说你很忙吗？刚好刚结束一个专案，这是主管欠我的假。好，只要没有耽误工作就好，不要把麻烦带给人家啊。但是比不上我老爸重要啊！哦，还真窝心，爸爸就是喜欢听你这样讲。爸，因为我执意要搬出去，结果连你开刀都不知道。对不起，不能陪在你身边。哎呀，这个没有关系，老爸又不是老到动不了，还要靠你来推着走啊。只要你心里有这个家，不管你住在哪里都是一样的。你看，连 Lucky 都知道你想他，哇，越叫越大声了，知道吗？有空啊，就常回来，那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个饭什么的，啊。哎，免查啦，看你两粒乌链遐尼深，查毋是走去倒位费钱？哦，我暗暝去做查，把叫你抓到。
无啦，啊，都景气歹啊，啊，加减谈较袂散啦。哎，老婆，坐啊。差不多，来香水。老婆，昨天谢谢你去看玉兰呢。没什么，小事情。可是你刚不是才开完刀，在家里休息这样比较好啊。休息都够久了，一直待在家里，还不如来这里修个脸。启立找到新工作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啊，好像还不错。哦。你这么认为啊？嗯。可是我不这么想哎。像启立虽然够吃苦，可是在工地扛东西啊，修马路这种粗工啊，我总觉得有点太委屈了。他去做粗工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他没说。李启立这家伙，搞什么自闭呀？什么事都不说，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兄弟嘛！哎，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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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拍手哦，哎，拍手拍手，来，你是你遐坐坐哈。乖狗狗，你的主人呢？阿 K， 阿 K。是 Lucky， Lucky， 我都快不记得你。哎，李启，你们把 Lucky 照顾得很好，都长好大。十年了，没有想到他还记得我。他会记得你，是因为你曾经养过他，却忘了你也抛弃了他。Lucky 是一只好狗。阿 K 啊，你怎么这么老实啊？要不是姐姐收养你，你早就被捕狗大队抓走了，哪有命在这边玩呢？还跟抛弃的人摇尾巴？你啊，真是傻狗。走了，回家。一起。我可不可以带阿 K 去走一走，陪他一回？他不是玩具，阿 K 有生命，有感觉的，不是让你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的。如果你没有能力，就不要接近他。Lucky 是这样，一莲也是这样。走了。他只是跟你玩玩的，以后带你回家。走了。谢谢了，谢谢了。来，再请好你。来，坐下，一个月后见啊。哦，谢谢。哎呦，十一点了，来去接陈玉兰。可是他是烂体质，万一回来又过敏怎么办啊？
马萨克，哎呦，你妹啊，带伊拢游啊池塘咧，还是来我无当下要打。小姐来，刷卡怠慢咯。马萨克，这个我不能收了。啊，你妹啊带伊是我下降呢。下降的事情我不能怪你，妹妹出了事情，哥哥本来就应该负起照顾她的责任啊。这个医药费我来付就好了。好啦，你安尼讲哦，我拢卖甲你三千啊，是讲。 笑话，你有真注意诶！你二岁哦，一天到晚念恁妹啊，啥物米糖啊、叉布啦，哇！你搁真了关心伊啊？哪有？你不要亏我啦！我怎么会亏你？我怎么会亏妹妹啦？<笑>我是欣赏你，安尼才跟伊阿妹啊。啊，对啦，即阵卖较注意哦，真贵个人吼，有人去我诶店，要探听恁老个恁妹仔消息咯。啥物人？ 安娜，我叫人去探听过啊，虽然那恁老的吼，你家个欠真济钱，这做咧找无人，全是讨债公司人吼，咧讨啦，所以较细腻，然后顶条你读个莫少。我这个老爸除了麻烦以外，什么都没有留给我。不过没关系啦，他们来找我，我也没钱给他们。再说法律不是有通过负债不用指还吗？所以他们来找我，我应该也不用怕。卖 T K。 你莫听叫，阎王好惹，小鬼难缠呐！拿真正有去找东华村哦，你就会去。梁哥，不要紧啦，你几个月我搁有法来甲来啦。一个月，我来替你瞧。马傻哥，这怎么好意思麻烦你？家己人是咧麻烦啥？放心啦，听你到底。好吧，你是遇到什么麻烦，需要马傻替你瞧？ 啊，唐波，丽桑啊，算唔知东华村的老头家陈振东阿的小孩因老的啊，啊，今日来粪扫袋，算唔知。啊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啦，就是我爸在外面的一些债务问题，不过你们都不用替我担心，目前我最大的麻烦就是陈玉兰，就只有这个 trouble 而已啦。哦，啊对啊，丽娜，诶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啊。 你哦是家己哦，胸臃哦好，阿唔叫困难他管别人的代志，对吧？<笑>那好吧，你老大不小了，我相信呢、啊，你可以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好。对了，你妹妹情况怎么了？还是我去看看她。唐伯，不用麻烦了，她好多了，我现在正在帮她办出院手续，倒是您的身体要好好休息静养。我也刚拆完线，好多了，待会啊，我就搭公车回去。 搭公车，我送你去啊！侬不用啊，才三站的路。哎，啊，三站能够马上，拍到你那里。好吧，小花，那帮我问候你妹妹啊。我会替唐伯转达的。啊，小王大家好，拜拜。 这对父女真的是宇宙无敌霹雳大 trouble。 哎，对了，今天你就给我乖乖待在房间里，没事不要出来。这是你说的哦，是你叫我不要出来的哦。 那我就名正言顺的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看到被软禁的米虫，你可不要到时候叫叫叫。陈玉兰大小姐，你是臭姨娘吗？我要叫你一辈子不要出来吗？我叫你今天乖乖待在房间里，不要出来，以免你被尘螨影响，到时候过敏又发作。尘螨这种东西真的很麻烦，这样应该没问题。 你不要误会，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。
要不然到时候你过敏发作了，我要带你去医院，还要替你付医药费，不但生意没办法做，还要了钱，这样不亏大了吗？我知道啦，这几天我最了解就是你的抠门了，小气。干嘛？叫这么大声，吓死人啊！那个唱片坏了，是可不可以修啊？哦，那个，如果可以修，我干嘛发那么大脾气？有人就是天生修养不好啊！我就算修养不好，也是像他那个贼老爸。唱片坏了，是可不可以修啊？哦，那个，如果可以修，我干嘛发那么大脾气？有人就是天生修养不好啊！我就算修养不好，也是像他那个贼老爸。哎，你干嘛骂我爸啊？本来就是，人走了，把他的照片跟他不要的唱片留下来，结果我看得到、听得见的，全部都是他，这样还不够贼吗？这些唱片干嘛在我们家也摆一张一模一样的，成天到晚都放了同一首歌，从我有记忆来脑子就一直回到了这个音乐，腻都腻死了，真的很烦。甚至曾经发誓过要讨厌他一辈子，谁知道一辈子的时间还没到，他却成为我在这里最熟悉的东西。原来讨厌跟爱真的可以在一个人心里站着同样的位置。讨厌跟爱，老爸真的贼得很彻底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。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群落的小溪，为了辽阔的草原，为了宽阔的草原。你唱错了，我没唱错，你才唱错。好啊，快来看谁唱对。哎呦，都看不清楚了，我还以为你多爱惜它嘞，跟我那么脏。哎呦，
老爸留下来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反正以后东华村的东西，你都不要乱碰就对了。哼，那些一级古迹谁要碰啊？万一我就那么倒霉，一级古迹坏了，我不是要背黑锅？你妹我啊，才没那么笨嘞！哎哎呦，不跟你讲了啦，本小姐我要回去补眠了。记得哦，房子请打扫的干净一点，仔细一点。还有，不要太大声，把我吵醒了。我现在还是一个病人，需要静养。陈玉兰，你给我有分寸一点，真的把我当佣人啊？哎，我是为你好哎。万一到时候我过敏又发作了，你又要付医药费，又不能开店，很划不来哎。你刚刚不是这样说的吗？陈玉兰，哦，真的累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哦，还有，晚饭做好，记得要叫我哦。干巴爹，你妹，不笨，你再看你哥比你聪明几万倍。谁知道我找不到钥匙？哎呦，老公，你有没有想姐姐？姐姐好想你哦。哇，比 Lucky 还不如，见了面也不会喊声哥，就顾着跟狗玩。哎呦，唐艺昕，你爱计较哎。谁叫你没有人家 Lucky 可爱呀？你看你有多不常回家，钥匙不见了都不知道。哪有啊？我只是不知道放到哪个包包，忘记了嘛。反正不找他，他就会出现的。嗯，对。你够了吧你？钥匙最好还会自己跑出来。拿去。干嘛？家里的钥匙我有啊，我只是忘记放在哪个包包了。拿着。你每个包包呢，就放一把钥匙，以后呢，常回来看爸妈就好了。以后你每买一个包包呢，我就送一把钥匙。我拜托你，常回家好不好？哦。叫你生日回家你也不理，今天说回来就回来，你早点说嘛，这样我很难安排大家的时间呢。家本来就是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啊，干嘛要特定日子才能回来啊？而且我最不喜欢在家里过生日，感觉好像为了什么目的才回家的。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想到自己好不好？这个家是要用心维护的，没有爸妈哪来的你？哪有生日好过、啊？我用心维护有用吗？像你这样子刻意凑合爸妈复合才奇怪吧？他们吵吵闹闹这么多年了，离婚反而还比较好。干嘛硬要把两个个性天差地别凑在一起折磨彼此啊？你，爷，爷啊！爸，哎，你又回来的？哎 ，Lucky。哎呀！吼吼，赞赞赞赞，规家也拢对哦。那我就把老爸交给你们喽。马大哥，谢谢你哦。爸，你不是开完刀怎么到处乱跑啊？不是留在家里休息？没事了，刚去拆完线，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老爸铁汉一条了，那一条伤疤不算什么，他只有看到你这宝贝女儿才会投降。你啥？那是谁弄的？我都不爱打扰你了，我先来走。过了，你怎么样？小心开车。OK OK， 走了，我们就。好。OK， 来来来，走。Lucky。Lucky， 走。走。爸。要不要我打电话给妈，叫她一起回来吃晚饭？不用了，我已经跟你妈说过啊，一人要回家的事。不过她这两天好像在医院里，都要值夜班走不开，恐怕明天才能请假哦。哦，好。阿平，你要乖哦，妈。看吧，回来前不说一声就是这样，原本一家人可以好好吃顿饭。大不了的事情，干嘛一定要全员到齐啊？哎，你
天晚饭我来做，我做的不会比妈差。你真的很不会替妈想哎。她多久没有看到你了？儿啊，艺兴啊，依莲又不是故意的，她怎么知道妈妈今天值夜班？我去换件衣服，待会啊，我一起来帮忙准备晚饭。我要炒个菜。好。你倒是很轻松，把 Lucky 从外面捡回来之后，就留在家里，让我跟爸来养。你知不知道，养狗跟照顾亲人是一样的，是需要花时间的。如果你不懂得付出，就算是亲人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跟 Lucky 一样，会无条件对你摇尾巴的。Lucky 还算是幸运的，你回来之后还会摸摸他的头。他妈呢？他想跟女儿吃顿饭都没有机会。我要去准备晚饭。我晚一点会打给妈，请她有空的时候就回来吃顿饭。不过，帮我过生日的事情就不用麻烦了。想喝酒啊？嗯，是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？房子都已经找到，你会心情不好吗？所以你已经决定是这一间了。嗯，恭喜我们不用再看那种见鬼的房子了。真的，我也受够了。第一阶段总算完成了，接下来就看第二阶段了。帮你上上清酒。谢谢。第二阶段是什么？杀价。如果租金能再砍一成的话，那就完美了。哇！来来来来来。我吃这个，我吃这个。来，那我们恭喜 Ashley 旗舰店终于踏出第一步，并且预祝杀价成功。杀价成功，干杯！没想到来台北没几天就已经做出决定了，这完全要感谢一个人。谁啊？你的妈吉。没想到来台北没几天就已经做出决定了，这完全要感谢一个人。谁啊？你的妈吉。这跟陈小华什么关系啊？干嘛感谢他？要不是陈小华拼命的气你，你哪会把心意都放在工作上，而且马上做出决定？我原本还在担心，以你犹豫不决的个性，找店面可能都要花一个月的时间了。你又知道我犹豫不决了。来。那么这两盘你要先选哪盘？你看是不是犹豫不决？哎，这两个长得差不多，味道也都很好，我怎么？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不要猜测。好啦，跟你开玩笑的啦，我只是看你对陈小华的态度反反复复，连找个店面都需要他的意见。请你不要误会我，我不是那种公私不分的人，我一向不会让我的私事影响到我的公事。那个店面我真的很喜欢，是因为它完全符合我要的条件。我找陈小华是因为他比较龟毛，如果我可以说服他的话，就代表这个店面完全没有问题啊。你从不知道，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。来，一起来。哎呦，你很过分呢！我是跟你讲啊，不要再自以为是的猜测我。哎，这不是猜测，这是你的内心话。你叫何玉伟，我叫林安利，那请问是谁的内心话？我是不知道陈小华是真笨还是装笨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早就看出你的心意了。吃饭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聊到他 ？OK， 好，来开动吧。这两盘你要先吃哪一盘？
爸，我昨天有看到绮丽。哦，这么巧啊！你知道他回来了？也见过面了。那你怎么没有跟我说？他回来多久了？有一阵子了。我在想，我没告诉你，也是怕这件事啊，对你现在生活有影响。影响我的生活？爸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不可以不要帮我决定说什么事情我该知道，什么事情我不该知道啊？你竟然连这种事也瞒我！依莲，我并没有瞒你。爸说的是对的，我也觉得你跟李绮丽不该再往来。都十年了，过去的让它过去吧。你我交朋友，你要管吗？那要看你交的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。一切啊，你少说两句。李绮丽是坏人吗？她以前的能力这么好，结果现在只能在工地里面打工。我只是想要帮帮她而已，你不能因为她坐过牢就把她的好处全部都抹杀。李绮丽是杀人犯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家的状况。所以杀人可以被合理化吗？要不是她的继母。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一莲，绮丽，她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。她在现在这个状况啊，我有责任。这几年啊，我也有在做尽力弥补。可是你是我的女儿，我当然是希望你可以拥有最好的嘛。可是绮丽她……爸，既然连你也不给绮丽机会，难道你对绮丽的关心都是假的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关心绮丽啊。是因为我对他有愧疚，我看着他长大，我当然是希望他好。可他再好啊，毕竟还是犯过无法弥补的错，他这一辈子会过得很辛苦，都会活在别人的眼光下。你是我女儿，你啊要跟他当朋友，我是不反对。可是我不希望你跟他有任何的感情纠葛，因为他也会让你过得很辛苦。对。可以说我很自私，可是天底下爱子女的父母，哪个不自私嘛？爸，我就只是想要帮帮他而已，其他的我没有多想。秀萍，你能帮他什么啊？爸帮了他这么多年了，李绮丽的妈妈是怎么对爸的？我劝你不要再跟爸一样了，好心帮忙还惹得一身腥啊！李欣。你说的太过头了。好，那我就把话说清楚。爸，哥，我已经成年了，我做什么事情我自有分寸，不要你们替我操心，就是。哎，什么态度啊你？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让他冷静一下，他会做出正确判断的。爸，他正确的判断，这才是最担心的地方啊。真奇怪，不管你心里想什么，都像隔层玻璃，被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回家继续喝。哎，哇，你刚还喝不够多啊？我喝开啦，我觉得今天特别适合喝酒，走，回家喝。哎。有没有交过女朋友？当然有啊。那讲来听听嘛。都已经分手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哎呀，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当讲故事，要把它说出来不就好了？说。好。以前呢，有一个男孩子叫做何玉伟，他就像陈小华一样，
不懂得珍惜像林安利这么棒的女孩子，所以他们就错过了彼此，结局就是留下了遗憾。我知道我不应该过问你的私事，可是何玉伟的故事可不可以不要扯到陈小文跟林安利啊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好不好？那陈小华以后只好跟何玉伟一样后悔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陈小华愿意从现在开始改变故事。根本就没有什么故事，什么改变啊？好，您仔细想一想哦，为什么陈小华听到我们住在一起，他要那么生气，那么抓狂，而且他还逼你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？如果是妈吉，如果是好朋友的话，不是应该给我们祝福吗？有啊，他要祝福我们啊。拜托，那种酸溜溜的祝福，难道你听不出来他有多在乎你啊？那是因为你不了解陈小华才会这样讲。我是男人哎，我知道男人心里在想什么啊。遇到爱情，每个男人都是胆小鬼。陈小华哎，那种凶巴巴的怎么可能是个胆小鬼？我是不知道陈小华为什么不敢追你，但是谁都看得出来，陈小华的心里只有你。你没事吧？没事了，你放手啦！哎，还说没事，脚都拐到了。我抱你回家吧。哎，不用，自己会走。我扶你总行吧？那你啤酒要拿？嗯？快点呢，很痛呢。哎，你撑一下。哎，你去拿。真受不了你，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你不要乱动啊，到时候更严重怎么办？扭伤脚的黄金治疗。这不是我的袜子。这是我的啊。但这是新的，没有关系的。来啊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先穿上一层，等一下冰敷的时候才不会被冰伤。小心一点啊。来，再穿第二层，这样子冰块才会被刮裂，你就不用一直敷着了。我没有那么严重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谢谢。小心一点啊。嗯。你是不习惯被伺候，还是不习惯被男人碰？大师，请停止分析我，赶快去洗澡，洗完了就换我。OK。真的耶，好方便哦。陈小娃都没有对我这么好过。
哇，天哪！扭伤脚还喝啤酒，到时候更严重，你不要怪我。李安利。嗯。李安利。嗯。酒喝成这样，不昏倒也难。来，好。乖，回房间休息哦。你干嘛？最想我干嘛？乖乖乖乖乖，好。